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优生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《魔方主题生存》。那么，现在我们这大堆魔方里面，就差最后一个房间没有探索啊。最后一个房间到底在哪儿呢？哦，我揭示在书架的，我想想看啊，哎，这边是两个房间都探索过了，那么这边的话，哦，这也都探索过了。那么我想想看啊，这里一个书架，那边还有个坑洞，那应该就差这个书架往左的那个方向没有探索了啊，就差这个方向没有探索了。看看我们剪刀还有面包都带了啊，都带了。看里面那边有什么，估计会很凶猛啊！哦呦，哎，有僵尸，哇，还有女巫，哦呦，还有苦力怕，这个不好打。不要炸，不要炸！哇，有好多小黑，哎，你们过不来，看我要挖他们的脚底才行啊！挖一下他们的脚底啊！哎，正好是这里。我怕，但是我钻石剑那就可能会不太多呀。或者我直接在下面挖矿呢？看这地下有什么？哎呦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刷怪，这个叫刷怪塔啊，刷怪塔。哇，我钻石剑的耐久，哦呦，这500多点了，喂、哦。哇，我只希望他现在出个耐久。哎，对，话说我们这里，哎，你是从哪来的？幸好不是苦力怕，幸好这，哦呦，吓我一跳！看这里有什么？哦，锋利三，锋利一，看看我们剩下其他装备都有什么附魔啊？保护三，耐久三。保护三啊，看来没什么好的嘛。那镐子我觉得就不用附魔了，其实效率四，没有多大用吧。然后钻石剑锋利三，哇，太苦了。我们还是稍微去那边挖一下矿啊，哎，对，我们到这里稍微挖一下矿。哇，这么多，我还有小白，小白射得到我吗？哎，他。哎，给我张 CD，哎，这他自己过来了，CD 都不给我，哇，这里还这么多，这怎么打？看来我们得把这个路虎给封起来了，往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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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们直接再往下挖会比较好吧，我觉得，哎呦。上面这块不能挖，这块挖他们直接又跑下来了。我们要挖这个，哎，我记得，哇，下面就无尽的虚空了。哦，有钻石，哇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我那说啥来着？我要说啥来着？竟然给忘了，我天！哇，这挖的还是比较慢的呀。那你说，待会儿出了效率四，会不会有时运呢？哦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上面那一挖开啊，他们全都会跳下来，这简直了！哎呀，挖的好慢啊！哎，又有钻石，三颗了啊！现在是，已经发现三颗钻石了。来，我们拿钻石镐挖一下。哎呦，这只有一个，挖的好慢啊！哎，那边好像又要到头了。哎，又有钻石，不错不错。看下面还有吗？不知道。我们直接就把这钻石镐挖了，用了得了啊。反正放着放了不用也是浪费。
这里我们还是采取一个人工挖矿的一个方法，多采集一点钻石，最后有个时运就爽了。看这里够不够一个钻石套呢？觉得会够吗？钻石套应该不会有吧？但我感觉挺多的，但我确实想付一个复刻效率4啊，毕竟我们现在38级呢，对吧？算了，我们先去复个模吧啊，我们先去复个效率4，万一就出来时运了呢，对吧？哎，万一就出来了。青金石的话，我就不想拿那么，就不想拿最顶上那个了。哎呀，放到家里的那个就太远了，不想去，居然卡了2下，哦，把这挖掉。好的啊，把这挖掉。其实我们家里还有的啊，还有好几个来着，好像还有7个啊。哎，我们从哪儿走来着？哦，从这里走。哎，我们这再走过来一下，哎呦，没跳上去，这。啊，我们继续挖矿。哎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挖矿啊？来，我们先附个魔。啊，你逗我？只有一个效率4，截肢杀手，还是效率4？哇，怎么只有效率4啊？没有时运啊，大哥，大哥没有时运啊，怎么能这样子对我呀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里有钻石，哎呦，挖钻石倒挖的挺快。哎，这里还有2个钻石，哎，这有3个钻石，哇，已经有10个了，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胸甲，24减8是16，我们还差6个钻石就能做个钻石套了，哇，不错，好像，但是还差6个钻石啊，怎么办？哇，这里没有啊，看来是没希望了呀，钻石套。哎，又来一个，那么现在有11个钻石了，哦，再加上家里的那么几个，哦，我们回去数一数吧，这怪我就不管了，看也应该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吧，都是怪，然后又小黑什么小白啊，苦力怕呀，对吧？都是那么可怕的，然后还有各种的那个啥。各种怪物，我们把这个成就放下，我看看。年快还没有找到啊。哎，对，我那里还没有看箱子。附魔台在我们下面。哦，这我刚刚挖走了。目的石在这里啊，又有个成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够不够做个钻石套啊？现在是11个，家里我记得还有4个。但我不知道钻石建的耐久够不够，这是个问题。哎，11加4，哎呦，那还差一个钻石，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我总感觉是哪里有钻石我没有挖呀，真是效率搞得我白附魔了，哎呀。嗯，这期我们要做一些战备吧。还是做一下战备啊！那末地是怎么这么多？都放起来，都放起来。铁的话，我们再重新做一个。铁套要不要做呢？我们把钻石都做成套装吧啊！钻石剑500多下，感觉可能不太够。算了，15个能做什？哪个套装啊？哎呦，帽子还差一个。帽子，反正最好就是它的利用率越高越好呗，对吧？哎呀，做钻石护腿，我们再做一个。不对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再做一个胸甲。可胸甲我们已经有一个了，嗯。弹射保护3白板的，
但这样有点浪费，还不如做个帽子吧。啊，做个帽子。哎呦，小白看到我了。然后剩下的钻石呢？我们再做一把钻石剑，我怕它烂掉。居然剩下了一个钻石，哇！然后鞋子的话，我们再做一个鞋子。好，现在就有全新的装备了，除了这个。那么现在带上我们的青金石块，岩浆桶放起来，哇，居然掉个铁锹。这些都放起来，啊。哦，我们弓还要再找一下，我们弓放哪儿了？哦，弓在这里。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东西没？那边再敲几本书来附魔吧。嗯，看有附魔的弓，还有装备、钻石剑、青金石都带了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下有没有，对，能够做几个金苹果呀？我看看。金苹果的话，哎呦嘿，黄金倒是可以刷一点，看，但是我们只有三个苹果，没事，这也都可以是，这都可以再做的，哎，可以做附魔金苹果了，其实，对吧？1.8嘛，这是，梦魇珍珠都放起来，没用的都放起来，哎呦，食物要带，好，我们去附魔啊，去附魔，我觉得就是纯看运气了啊。要经验要不够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还有这个猪人的刷怪龙啊。哎呦，上次真的是把我给弄怕了，这个猪人。好，钻石护，哇，保护四，保护四，哇，弹射保护四，哎呀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保护四给附魔了啊，就一个保护四，不错。保护三，衰落保护四。有用吗？刷个保护四，我们看一下别的东西啊，不是面包，哎，截肢杀手四，哎呀，没用的呀，截肢杀手四，哎，我们再敲两本书出来，看看说什么附魔，哎，火狮没意思，哦，对，还有弓，力量三啊，先把这几个都放起来啊，嗯。衰落保护四，保护三，铁之杀手这肯定是不要的，这肯定是不要的。那么钻石头盔和铁靴子，还有弓的话，我们附一个钻石头盔啊。哎，保护三耐久三。那么现在还能再附一个击退，哦，有力量四，这个可以有。力量四的弓不错啊。力量四，哇，火石一，力量四。那么看看下一个附魔是什么？耐久三啊，耐久三。我觉得铁靴子要最后再附魔吧。嗯，力量三最好能出个亡灵杀手五。哦，我们先不穿这个装备啊，舍不得穿啊，算了，还是穿上吧。保护四，哇，现在战斗力就差一格就是钻石套了，其实已经很接近了。哇，力量四的弓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再去稍微刷一下我们的猪人啊，刷点经验就是。哎，猪人在哪边来着？哎，我想想看，好像是在这边吧。我们这有木头吗？糟糕，我东西还没地儿放啊。对，我们现在27级。哎，把钻石用爆啊！我们再去刚才那个没进去的地方，我们再刷一点经验，再刷一点经验。哎呦，糟糕，没有方块，这都挖一下，采集一点方块，再多采集一点吧。好的啊，这里放一下。看看是这里吗？哦，哇，还有女巫，哇！希望他看不到我，希望女巫不会丢到我。哎，好，有个女巫死了。哦，他给那些小黑放了一个中毒药水。
看再刷点，但我感觉这样经验来的并不是很多呀。我决定了，还是在这里刷一下小黑比较好。哦，我发现，因为这里有一个貌似有个小黑刷怪龙啊，在上面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有个小黑刷怪龙，哎，过来呀、啊、你们，哎，哟，疼疼疼疼疼！我钻石界的耐久啊，真是越来越低了啊，越来越低了。哎，怎么都打不到呢？钻石剑都要没耐久了，哇！希望待会儿附魔能出来一个什么亡灵杀手或者锋利啊，最好是亡灵杀手。哎，他看不到我吗？真是的！我们再去附一下魔啊，再去附一下魔。这里呢都点亮一下，因为发现老是有刷怪，运气耐久，你敢信？看看这个。耐久三，我要折一把耐久，哇，你这诚心就是在坑我呀！我的天，我们继续再刷一会儿经验啊，再刷一会儿经验。看来的话啊，我真的是醉了，我真的是醉了，这怎么洗掉呢？刚才忘看书了。看书啊，我忘看书了呀，失策啊，失策！刚才看有没有什么附魔书，抢夺二没意思，真是，还有把钻石剑耐久三的。那么今天，哎呀，真是，附魔的话呢，我们这里附魔到保护三、耐久三、探索保护三、保护四，铁靴子还没有附魔。然后就攻势这把力量四，火狮的攻，那好吧，那么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啊。那么我下一个还会再刷一些经验啊，但是至于用什么来洗的话，我们就用书来洗啊，用书来洗。等看到有出亡灵杀手四了，然后我再用我的这个破掉钻石剑附魔，或者。用这个跟铁针打一块儿啊，那么就先这样了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以及推特，各位拜拜。